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国宝档案》。长久以来啊，儒家思想中的五伦关系一直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推崇。所谓五伦关系呢，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和朋友之间的关系。今天呢，我就为您介绍一把以五伦关系为创作题材的瓷壶，它的名字叫《斗彩五伦提梁壶》。对仙鹤有如下描述：鸣鹤在阴，其子鹤之。意思是说，成鹤在鸣叫的时候，幼鹤也会在一旁随声附和，所以用仙鹤来表示父子关系。中国近代人崔豹所著的《古今注》记载，鸳鸯雌雄未尝相离，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鸳鸯成双结对，朝夕不离，如果一只被人抓走，另一只会因思念而死亡，所以古人用鸳鸯来表示夫妇关系。吉林是一种尖嘴长尾鸟，它在《诗经》中被描述为吉林在远，兄弟急难。在这里，吉林就是指吉林鸟。《诗经》说，吉林鸟在鸣叫的时候表示兄弟有难，这种鸟因此象征着长幼关系。《诗经》对黄莺也有如下记载：因其鸣矣，求其有声。意思是说，黄莺在鸣叫的时候在表示它在找朋友，所以中国古人用这种鸟代表朋友关系。用这五种禽鸟通过古文献的这种表述，
把他们之间给结合起来，表示了这样五准的人伦关系。那么这五伦图呢，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瓷器或者其他的器物表面的装饰上，特别是在明清时期，这也是反映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一种统治地位。五伦图在中国清代的官窑瓷器上比较常见，尤其以雍正时期烧造的瓷器更为多见。由此看来，雍正皇帝对儒家思想中的五伦关系非常重视。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当朝皇帝的喜好会影响到当时的瓷器制作。雍正时期瓷器的特点呢，同样与他的艺术审美有很大关系。这把斗彩五伦提梁壶是一件茶具，其内壁上至今还残留着一些茶渍，这说明它曾经被使用过。与斗彩壶配套的还有几只茶杯，可惜因为年代比较久远，它们已经失传了。专家说，这把壶的造型独特，工艺复杂，成品率低。那么我们看到在清或者明以前，作为提梁壶，它这种提梁呢比较矮，或者呢是提梁它不做出来，只是做了两边的这种可以系梁的这种孔洞，可以拴上金属的或者是丝线的，这样作为提梁。在当时因为这种胎体或者是材料的问题，它烧完了以后往往变形或者是就塌下来，所以说提梁的硬度不够。那么在清代瓷器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技艺也不断的提高，所以它可以烧出这样高提梁的器物，所以说在造型上也反映了当时瓷器工艺的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。这把提梁壶除了壶身制作难度大以外，其装饰工艺也十分精湛。壶身上的图案采用了斗彩工艺，也就是先用青花勾勒出禽鸟和花草的轮廓线，然后入窑高温烧制青花部分，出窑后工匠再在青花轮廓线内涂以各种彩釉，最后二次入窑低温烧制五彩部分，这把斗彩提梁壶才算制作完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工匠在提梁壶的壶盖上装饰了一个火焰形的红色盖钮，它给整体清淡素雅的画面增添了一些活力，使这把壶在设计上看起来非常巧妙。这件斗彩提梁壶上面的色彩是比较丰富的，但是呢它又是艳而不俗，不是像之前或者之后那么用大红大绿表现的非常的这种浓烈，但是它呢表现的非常的雅致，这也是雍正时期作为粉彩斗彩五彩器物的一个总体的特点，表现了他的这种对雅这样的一种追求。斗彩起源于中国明代，到了清雍正时期，这种工艺有了很大提高，装饰图案的线条勾描得更加规矩细腻，而且色釉的质量有所提高，已经提炼得非常纯净。雍正斗彩瓷器主要有两类，小部分为仿明成化斗彩瓷器，比如天字罐、鸡缸杯等，其余则是雍正时期流行的瓷器款式，比如盘、碗、杯、碟、灯座、花盆、盖碗以及各式瓶等。
这些器物大都造型端庄秀美。雍正斗彩由于多数为官窑器，因此图案以传统的祥云、龙凤、缠枝花卉和花果为主，纹饰较为雅致。雍正斗彩在彩绘方面有两种类型，一是传统的斗彩，即右下青花和右上五彩相结合；另一类是右下青花和右上粉彩相结合，使斗彩看起来更加娇艳多姿。这种新型的斗彩工艺是基于当时粉彩的流行。雍正清中期以后，把粉彩的一些技法也引进到了斗彩的描绘中，所以右上彩我们除了用五彩单线平铺的手法以外，也使用了粉彩这种分出阴阳、阴阳明暗的这样的一些手法，所以说呢，又丰富了它的表现力，特别是在雍正后期、乾隆时期，这种做法更为多见。雍正是中国清代很有作为也是最为勤勉的皇帝，他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，一次也没有出过北京。雍正平均每天要批很多奏折，由于平日忙于处理国家大事，雍正的业余时间并不多，他常常通过欣赏瓷器来排解自己内心的压力。雍正本人的艺术修养很高，这体现在他对书画和瓷器的欣赏水平上。雍正时期的官窑瓷器，无论是在造型、纹饰还是釉色上，都体现了很高的水平。许多重要瓷器的烧制都是在他的直接授意或指导下完成的。据清宫档案记载，雍正时期很多瓷器在烧造之前都先由宫廷画师描绘出图样，然后呈给皇帝审阅，经过批准后御窑厂才能照样烧制。在此过程中，雍正皇帝往往会对画样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这把斗彩五轮提梁壶的底部带有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，这说明它是景德镇官窑的产品，很可能是在雍正皇帝的指导下完成烧制的。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把斗彩五轮提梁壶呢，制作工艺精湛，它将儒家的五轮关系和斗彩工艺呢有机的结合起来，是中国清朝雍正时期官窑瓷器中的精品。好，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，感受国宝，分享文明，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